只三分风台的玛瑙已经形成了，啊，不过是日本的名未到台湾，啊，不过这礼拜台湾爱注意这熊熊的强降雨。来看生态教授李俊章为着酷暑了的学生囡仔要养牛，这公正性有哪好一挂团体提出质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这中国的这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希望中国伫这第二期的活动爱有赞赞了。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七日公司中道新闻，我是孔阿文。先开始来看这风台个天气消息。啊，即马过去啊，已经看到转台湾加上西南风有较透，今仔转台湾拢是有落雨的，安尼天气形态也过继续一段时间。啊，今仔会使八点半所形成的第十三号风台玛瑙，离咱台湾的这啊台北大约东风有300公里的海面上，估计未来是日本个行对咱台湾无直接影响。高高的乌云伫咧天顶盘旋，全台湾目前拢伫咧低压带当中，佮再加上西南风真强，低压带北移带来旺盛的水汽，今仔日全台湾拢会落雨，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也是雷雨。未来的礼拜，我们天气都一直很不稳定，因为我们在一个在很大范围的低压带中啊，低压带中它的对流云系消消长长，一旦有强对流云系一进我们陆地，就会带来瞬时的强降雨，有时70-80毫米，有时甚至到达100毫米以上。气象局表示，八九月全台湾拢伫咧低压带的情形并无普遍。就资料研判，目前阁会持续影响台湾，这场雨恐惊要爱阁落一阵啊！今仔日早起已经伫琉球附近形成的第十三号风台玛瑙，虽然离台湾真近，但是气象局讲对台湾并无直接的影响。今天早上8点形成的西北太平洋上第13号台风玛瑙，它是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地区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它在移动的过程中，其实它现在位置距离我们很近啊。所以台湾附近像北部海面、东边的海面都可能会出现长浪的现象。那是未来几天台湾依然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无介稳定。气象局今仔日嘛针对南部、东南部含基隆北海岸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也提醒民众要多多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新闻卖报道过，即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为了要保护有心的即太太，将即啊走去因厝里的即查拉改电视，啊，即代志卖有来引起讨论，讲是毋是防卫过当？啊，一审即查甫人，互人判3个月，缓刑2年，转案伊个上诉了后，啊，即啊法院考虑到被告有自首，改判伊2个月缓刑，有那是2年，转案确定了。在2014年，细号的主人发现有贼仔走来厝内底，为了保护迄当时有新的家后，伊就甲贼仔压咧涂骹，煞无小心甲人勒死。细号查甫人一审予人判刑3个月，缓刑2年。全上诉了后，高院虽然考量被告有自首，但是认定伊的行为已经是防卫过当，以过失致死罪改判伊2个月徒刑，会当一颗罚金6万块，缓刑2年，全案确定。啊，这个案子会有一个指标性意义啦，就会变成以后类似的。会有一种寒蝉效应、啊、就是变成以后你如果真的在家里面，然后看到有歹徒在，你会去思考说你到底要不要做一个防卫行为。细号查甫人的威林律师对判决结果感觉真失望，因为除了刑事责任，死者的家属还佫向细号查甫人提出几百万的刑事求偿。被告缓刑，所以被告不用入监，那但是他还是必须要面对这个民事诉讼。所以等于说在民事酬劳关系对他很不利。会，我们会有这个疑虑。行窃他当然是不对的行为，但是这个屋主他也下手太过凶残，也不应该当场就把他勒毙。对死者家属来讲，就是因为细号查甫人出手相向，父亲人白白丧命。这个案件慢慢引起法界对防卫过当认定的讨论。如今细号查甫人被人判决有罪确定，也对伊的民事诉讼官司造成影响。记者蔡慧玲、王新中台北报道。来看，正义江区的这个森林灭了，桥头国小的酷暑了，分校前后风波也未结束。今天有10几位这个啊民间团体甲立委开记者会，抗议政府无应该委托成大教授李俊章来执行这个学生囡仔要重新验尿的检验。因为讲这位教授几年来拢有接受这6天委托的计划，所以应该爱立回撇。请政府脱掉白手套。
李白手的话手业标记十外个环保团体含立委拜二早起来到立法院，抗议政府委托成大教授李俊章来执行苦处分校学生的尿检验，因为李俊章多年来接受着肯委托做健康风险评估，所以应该家己回避，那无根本就是请贵听药单。李教授可能长期都在拿台塑的经费，那现在呢，他又接受到我们的卫生福利部的一个委托案去做这个委托，那他的这个委托呢，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到底会不会很公正。民间团体批评，民国一百年李俊章教授主持的六轻空污健康风险评估计划，在环保署审查的时阵，就被质疑有唔对的所在，因为伊只干那计算了十七种的致癌风险，但是佫有其他一级级的致癌物，拢无列入研究，明显低估致癌风险。而且到月初二，再度对苦处分校学生采药检验，迄当阵六轻正伫咧进行税收停工，所以检验结果袂当采信。九月二号当天采样的时候。据说是大修岁修是停工的，所以这个采样的结果也不会受到信任。他们希望可以邀请一个他们可以信任的团体来帮他们做尿液的检测，那他们信任的团体就是成功大学。针对外界质疑，卫福部阁更加强调，研究团队是经过当地居民同意认可才进驻的，而且检验数字是提供家长参考，无算研究计划。但是被点名的李俊章教授是私底下回应表示，伊专注地学术研究，对得起家己的良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来新闻，拢含这个清洁剂甲漂白水有关系，有哪请乡亲爱注意。台中有一个阿嬷伫厝内面用这漂白水来摒扫便所的时阵，包括水暗，还佫一困头倒上这漂白水，结果扫上一个这漂白水的味，啊，阵啊这歹喘气，最后送去病院，还佫爱用这叶克膜来抢救。漂白水常常去用用咧处理的环境清洁，唔过台中这位阿嬷却因为使用不当。袂记哩伫水桶先放水，就倒了伤侪漂白水，结果吸到漂白水释放出来气体，差一点仔就无命。啊，无想到迄漂白水安尼一倒倒喺水口啊，啊我就去呛到，我嘛唔知影啦，就去呛到啊呛到我就开始洗，我惊洗较好啦。桂阿嬷去用送去病院的时阵，状况相当的无好，肺部出现浸润积水。断医了，甚至出现费用浓度过低、喘气困难，想要病医用叶克膜来治疗。一礼拜了后，靠贵阿妈脱离险境。要是你没有稀释好的话，然后在一个密闭空间、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它的挥发的气体，要是吸到肺里面的话，会产生肺炎，然后会更严重的会肺水肿，然后变成呼吸衰竭。医生表示，漂白水是一种强氧化剂。pH 值伫咧九甲十二，属于基性的化学药剂，会刺激而且呼吸接触的部位。若是要用来环境清洁，一定要根据说明书来使用。使用过程中，也要戴手套、口罩加护目镜，才会使避免受到伤害。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要来看是这啊，咱一般在吃的这生菜沙拉，还是一挂青菜水果，或者是沙西米这的啊产品，一挂食品业者拢会用这食品的清洁剂来洗这物件。是有数即马已经修订出，还没定出残留的这标准。那十天的公告时间过了后，特别正式实施，还有残留啊黄杂掉位，即马违法相关会当罚个300万。独餐西为青菜水果还是民众常吃的生菜沙拉，因为无煮过，较有生菌偏管的问题。为了避免食物中毒，部分的食品业者会使用食品清洁剂来洗。食药署修订草案，定出标准，加总有效率的残留浓度规范正水。氯酸盐加亚氯酸盐的总和在一个 ppm 以下。它在使用这些杀菌剂的时候，就必须要符合规定。其实我们已经把它限制到最少了，就是只有蔬菜跟生鱼片可以用。那是因为它后端没有其他加热程序可以杀掉病原菌。即阵过来冰箱看看，温质使用酸化亚氯酸钠、二氧化氯，还有次氯酸、次氯酸钠这四种的漂白水，用洗这青菜水果，残留浓度应该在总有效率一 ppm 以下。也毋过有医师也是烦恼，这些氯系的消毒剂虽然是最用性，也毋过民众长期来接触，也是可能会对身体有所危害。容易引起一些过敏的反应，比如说本身支气管就比较不好的，或有气喘体质，他吃到那东西含有过量的二氧化氯的残留，就容易诱发气喘的发作。
食药署强调，开放这四种的食品清洁剂，主要是有部分的青菜、水果无适合煮，像是生菜沙拉；只有其他适合煮的食材，就袂使使用这清洁剂来洗。六十天有过期了后，会正式实施。违者的依法罚上悬300万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的，就是面对着从国客来台湾旅游观光人数来减少这些问题，讲有这旅游业者已经开始在裁员，有哪讲了钱了噶？对此，这行政今仔是开观光应验会议，撒出一寡在急救做措施，包括是减税加贷款的等等，帮助一寡业者会当渡过难关。旅客来台湾人数减少，本土旅游业者是哀哀叫，因为生活已经受到影响。国内旅游工会决定下礼拜上街路抗议，要政府想办法，因为不少业者已经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形。八月已经惨，九月更惨，惨到了现在团体也少到七八成。那这个损失的话，一个月了两三百万。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旅行社现在做的动作就是说裁员。根据观光局的统计，旅客来台湾人数累计一月到七月差不多240万人，淡薄仔成长0.41%，但是七月来台湾的人数差不多29万9，和去年比起来减少15%以上。啊，不过业者表示，其实人数减搁较侪，七八九月至少6-7%。因为安尼，行政院召开观光应应会议，将会做出短期救助措施，包括减税、贷款等等，来帮助业者。另外，搁要推动国内旅游，填补旅客减少的缺口。我们鼓励国内的企业也能够在年底或是未来可以进未来的一年内奖励旅游都可以在台湾做举办，那多管齐下，希望能够对整个台湾旅游市场能够遭受到冲击，把它降到最低。八九月份就会是在最低档，初步判断应该会维持有3-4个月，所以我觉得这段期间是非常需要给予这一些做渡船的业者一些救济措施。学者认为，政府救观光未当干那挖靠短期措施，应该思考如何改善两岸关系，同时嘛改善国内旅游业的体质。毕竟过度挖靠单一市场的风险上大，应该加开发其他国家旅客来台湾观光，才会当分散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来救这中部绿化潭观光，前总统马英九提出一项建议，就是这过去在绿化潭一年办一届的这绿化潭，这万人游泳环过绿化潭的这个活动，而且前总统马英九伊进前去受的时阵是来建议讲，过去会当一年办3届，而且南投县长林明珍有那第一时间表示讲会当来评估，啊，不过地方是这期办了这么久，对着交通加附近的生态有那是真大影响。前总统马英九适合参加一划潭影都，唔呐放流鱼苗，阿个鸣枪带头来收。地主的时阵，马向南投县长林明进来做出安尼的建议。所以每年只办一次，太可惜了，对不对啊？对。我刚刚已经跟县长建议，每年春夏秋各办一次，好不好？好。马前总统建议，如果谈印度应该一年办3遍，南投县长林明进第一时间嘛表示认同。不过当地民众是无安尼想，印度虽然是如果谈的圣书，嘛带来人潮，不过环潭公路每一年拢会大塞车，互当地民众嘛袂堪哩，对着生态更加可能造成冲击。啊，不是单方面的，可能没办法说，靠一个游泳活动嘛，就让游客就来很多，大概。难道广府统计今年就话摊大陆客比往年减了40%，已经是事实。如果十月更加严重，除了直接的开拓其他国家的观光客，还有自由行的客源，广府更加希望会使扩大国内旅游的需求，填补大陆客欠缺。头一个方法就是要增加观光的诱因。每一个月一个半月就有一个大活动哈，它来带动我们的观光人潮啊，让我们这个南投县啊这些旅游业者啊。都能够因为万人涌渡造成我们观光的一个热潮。不过地方反对的原因是，如果用对活动变得真频繁，除了交通的冲击变大，那是失去了新鲜感，顶多是无法度来吸引人潮。救观光的方法真多，应该更加好好想看卖啊！记者南投综合报道。马尾看到世界上大学排名，这是英国高等教育调查机关 QS 公司公布了今年度世界上好大学的排名。美国这麻省理工学院是连续5年又搁连连排第一，咱台湾的大学内面是代代表现了上好，来到第68名。
凭学术成望看论文质量，英国 QS 公司调查世界上好大学，搁要看师生比国际学生头家的满意度。2016年上新结果出来，麻省理工学院连续五年第一，史丹佛第二，哈佛第三，剑桥第四，加州理工学院第五，亚洲排名上悬是12名的新加坡大学。台湾是台大表现上好，68名是历年上好，其中学术成望评价上悬98分，师生比上低，仅仅46.1分。生师比的部分，因为这几年，这主要是我们的原额都还蛮固定的嘛，然后收的学生的名额也都比较固定。那个地方能够做的，当然除非是教育部那个部分可以再做一些松绑。台大游园是台湾唯一入去世界前百大的大学，扫落来清大151，交大174，成大241，台科大243，阳明308，台师大310名，中山395，有北京学校入去前400名，了后阁有台北医学大学、中央、长庚、中兴、台北科大、辅大甲政大。台大主任秘书林达德强调，调查反映的强弱，嘛是学校调整的根据。因为早期麦鼎计划刚启动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冲论文的数量到达一个比较饱和的情况，那所以相对要努力的就是说我们论文所发表的那些品质。无同排名有无同指标，以 QS 来看，台大认为两期5年500亿经费是发挥效果，未来有算减少，学校爱找更多资源嘛，用对所在，才会当继续发挥影响。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来看的情景，因为这森林倒落的乌山社区，差不多家家户户门口靠头前拢种景影，过去这面上有哪会行这景影赶来卖？不过今年这景影受到气候影响减产减了70%，就让这个社区第一届公布景影赶通个卖咯。用木材烧火，随时拢爱注意火候，因为要进行烘焙景影赶，爱以烧火来烘焙，而且每隔6点钟就必须爱冰冻一届。即个蛋将零斤瓜行啊平均，全程拢上人工来烘焙，过程爱3天2夜，相当的辛苦。来，那遐啊都有人是都会都久啊，会去看到啊。啊，所以即卖人较无遐忝啦。啊，无咱嘛，半暝拢爱去行火呢。不过今年受到天气异常的影响，零斤的产量减少70%。我目前老零斤树会当收400多斤以上的零斤，今年看只有收50至100斤。往年以新山林景观有名的到了后山社区，也因为林景山量少，新山的成本阁过悬，农民根本唔敢接订单。今年林景无产量啊，减旧年车70%无产量啊，无林景好卖啊，嘛拢收一个问啊，问题都无物件好卖啊。后山社区发展协会表示，过去因为后山社区农作不易，真侪农民拢会伫厝门口种林景树，利用旱林景观来补贴厝用。但今年虽然冇人来制作林景观，但拢是量少自用，即摆是后山社区30年来头一届，因为林景山量少停止买卖林景瓜。记者吴林报道。来看的财经方面消息，即美国就业的报告无亲像过去遐尔好，那造成美国联准会买起利息机会降低，日时阵啊，佮入来亚洲市场，但佮今日开盘继续徛起9700点。今日的电子、金融、传统产业、水泥、塑胶、纺织拢起，即苹果即 iPhone 7拍算有哪要来公对外公开，所以受惠到即苹果 iPhone 7的议题带动，即手机啊镜头大厂大力光即营收有哪继续创新高。另外，即澳洲规模上大，即消费性的电子展览，即阵啊有哪伫即德国的柏林的展览，伫即智慧型的手机啊一部分，业者即嘛讲有哪面临销售的变化期，伫产品的研发，有哪好一寡专家批评讲无虾米特殊的所在。美国苹果公司电脑2007年发表头一支 iPhone 手机啊，隔两年韩国三星也发表旗下头一款的智慧型手机啊。之后手机啊研发和创新，每当都有真大的进步。但是，真紧真发展的全球手机啊市场，今年脚步却是明显放慢落来。对销售数字来看，相关市场研究业者预测，2016年将仅仅成长3.1%，对照2014年的27.8%，和2015年的10.5%。
5%的成长数字，衰退幅度真惊人。对今年德国柏林消费性电子展所出现的新智慧型手机啊来看，专家指出，屏幕处理器和摄像机功能会变更加好，但是干那安尼尔，欠缺改变现有手机啊市场的重大创新。VR is another thing. Maybe we need some more powerful VR, but that is also something that can be easily done. Displays, yes, they can get bigger, they can get more resolution, but then again, there is a biological peak where it doesn't give any more advantages if you have an even higher resolution.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智慧型手表，总计今年第二季全球的销售量是350万支，和去年同这个时阵比起来，拉32%。I think the optimizations we can expect in the next years and we hope for are more like more battery life, and probably better cameras and better fingerprint sensors and the more efficient use of a fingerprint sensor. In any way, the more efficient use of the hardware and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a smartphone.但是我们在上生活有越来越多产品和手机分不开，汽车、冰箱、电火和烟温器都无线化，这整个无线网络所操控的媒介正是手机。有专家指出，那正是未来研发和创新的核心。记者综合报道。马上看到这支传奇手机啊，从闭幕的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来的20位国家的领袖，那刷去甲辽国的这首都永贞去参加这个啊东南亚国协论坛。啊，不过这美国甲菲律宾两个国家总统原本有要回兵讲代志，啊，不过这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是无唔望美国干涉伊即马当地执行的扫毒政策，准来用一挂话来骂奥巴马。啊，这有那好美国白宫。决定要取消这两位领袖的会面。东南亚国协国防会6号到8号在辽国首都永贞举办，各国领袖已经陆续到会。但是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将在双边会谈中针对菲律宾以扫毒为名，无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处罚侵犯的措施提出质疑。5号在出发进行到辽国的记者会顶馆，当记者提出奥巴马总统可能甲伊讨论扫毒政策的时阵，菲律宾总统杜特地态度强硬，而且口出恶言，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I am a president of a sovereign state, and we have long ceased to be a colony. I do not have any master except the Filipino people. Nobody but nobody.You must be respectful. Don't not just throw away questions and statements. Putang ina mumurahin kita dyan sa forum na yan.美国 CNN 报道，北京已经决定取消两位领袖6号原定的会面。原本甲杜特地会面的行程，奥巴马将改为会见南韩卢总统朴槿惠。菲律宾大力扫毒政策引发国际人权团体关注。不过，杜特地在5号记者会顶馆，伊原强悍表示，在扫毒非法贩毒行动结束之前，还有真侪人会失去性命。两个月前，杜特地上任以来，已经有差不多2400人在非法扫毒毒贩的行动中死亡，引发联合国和美国关切。之前，杜特地就曾经因为对联合国批评伊的政府感到不满，表示被退出联合国，也阁拒绝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会面的要求。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在这 G20 的这啊峰会结束了后，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有哪举行会谈？正话是这中国跟日本的元首17个月以来第一届会谈，双方是针对着东海、南海问题发表意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号在杭州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30分钟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一开始表示，中日关系有当时啊受到复杂的要素妨害，脆弱一边会凸显出来。两国应该努力早日回来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而安倍是针对中国公务船最近在钓鱼台附近海域的挑衅活动，要求中方来克制，并且向习近平表达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遵守法治的立场。习近平是以日中关系脆弱，警告安倍在南海问题上应该小心讲话和行动。安倍也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伊甲习近平对着加紧磋商，紧紧启动日中防务部门。中间的海空联络机制达成共识，安倍认为，仅仅是达成这项共识就真有意义。中国和平、
協力、友好の梅とするため、防衛当局間による海空連絡メカニズムの協議を加速す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戦略的互恵関係という大きな原則のもとに、これからも対話を重ねてまいります。另外，安倍也对北韩在 G20 峰会期间向日本海峡发射三粒的弹道飞弹表示坚决抗议，并且会跟美国、南韩密切来联系会商。利用杭州峰会破冰的也有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针对俄国海客的入侵，也跟叙利亚停火，面对面讲了九十分钟，也不过并无达成任何共识。The gaps of trust that exist, that's a tough negotiation. 不过奥巴马表示，已经请国务卿凯瑞继续跟俄罗斯外长来协商，希望先针对人道救援部分来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高雄市所主办的这个全球港湾城市论坛，这行政院长林全今日下午出席致辞，对着这个政府要实行南向政策，伊讲五万高雄市爱善用优势，加强和东亚的城市交流。啊，对着即马这旅客减少来台湾观光，政务委员张景新有闹伫脸书发表伊的看法，林全有闹做了回应。高雄市主办2016年全球港湾城市论坛，希望透过城市的交流，开创城市之间各种合作的机会，包括台湾城市在内。这边总共有国内外25个49座城市参加，其中东南亚有12个城市代表出席。行政院长林权表示，推动新南向政策，高雄市爱善用优势，加强和东南亚城市交流。高雄市能够善用自己的优势。能够积极的和我们邻近的很多东南亚国家来一起来创造出地区的繁荣和进步。那么除了要加速高雄的转型和进步，我们也期待透过城市的交流和合作，强化台湾和我们邻近的国家的经贸连结。不过，中国沿海城市全部无参加，包括上海、深圳、厦门在内，拢无官方代表参加。佮加上针对旅客来台减少，政务委员张景生伫个人的脸书发表，旅客是咱上需要交的朋友，引起注意。行政院长林权特别做出说明：我们政策不会透过政务员的脸书啊，或者个人的脸书来表示，那主要是这样一个态度。林权嘛讲，所有来台湾的旅客拢非常欢迎，外来旅客拢特地招待谈欢迎，嘛希望伊拢会当留下美好的印象，无任何的差别。记者李秀兰、柯正准高雄报道。啊，不过因为受到旅客减少影响，代替主办有得西华林教授有诶这旅客专车，最近对12个班次减加9个班次，啊，拍算中秋节过了后，搁要减加剩4个班次。来到花莲火车站大厅，以往早起9点月台上应该是满满的旅客，不过即阵旅客团缩减了后，火车站变甲真安静，就连以往上座旅客所坐区间车顶面也真冷清。大概在尖峰期的时候，有将近4000-5000的旅客，就是会利用火车到苏澳新。那目前的话，一天根据我们的统计资料，只剩下1000多人。代替2019年11月为旅客开出的旅客专车，尖峰时期每间会开出10到12个班次旅客专车。不过因为旅客减少，8月份已经对12个班次减到9个班次。中秋节过了后，更加是减到仅剩4到5个班次。让一寡有商业需求的业者，要来坐旅客专车民众是真烦恼。那减班非常容易，增班非常困难。也希望台铁能够调整它内部。如果大众运输工具变少的话，我想势必会影响到某些族群 的民众。李行政院东部办公室是呼吁，在苏花街不完成进程，铁路是花东民众唯一挖苦的交通工具，希望代替减班，能考虑到花东民众权益。希望在尖峰时刻以及这个假日的时候，能够维持一定的班次量。台铁是强调，即阵缩减的班次拢是旅客专车，加列车的载客需求一般拢是花莲到苏澳中间，并未影响到其他正常班次。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先前有正拍表，伫推动 WeMans 来做这发展4G 网络的，这其实有那开垦100亿来做这基地台，啊，搁一挂设备加。训练人才，想要到一寡即国际电信大厂，拢改用另外一种即 LTE 来做即4G 的标准。所以，后过来真侪员工面临失业，今仔去行政抗议。
去年11月 NCC 撤销全球移动的 4G 换照申请，因公司宣告国内 WiMAX 产业进入历史，按过进程政府民间已经投入近百名人力，加数百亿的经费建置 WiMAX 系统，地数整体产业损失百亿，相关就业人员也面临失业。这么样子错误的一个管理的办法，害死了这个产业的600多亿世道平反的时候了。主教会批评当初政府政策错误，无料到 WiMAX 系统没落，了后也无及时调整策略，活动愈破愈大。WiMAX 业者最后一条路就是进行 4G 的技术升级，结果也被撤销2000个基地台，厝主即马收无钱。站有个被当拆掉，至少有2000个基地台，这2000个基地台，每一个基地台大约在150万，所以是几十亿的一个设备放在那里淋雨吹风，然后什么作用都没有。WiMAX 主教会表示，希望新政府上任了后，应对 WiMAX 前后有明确的态度，并且有具体赔偿，按了保障一直抗争下去。记者综合报道。再看高雄有一个警察处理宽点赛车弄到一个骑奥多拜妇人人，啊，这妇人人有生命危险，受伤真严重。啊，这警察迄个时阵讲，家己嘛受伤，嘛要叫救护车载伊去病院，想袂到伊到病院了，人就离开啊。过了7点钟，他去派出所来自首做酒测。啊，不过有那号受害者的家属正怀疑，是毋是为着惊酒测先对现场落跑嘞？来到事故现场，受伤妇女的车辆搁停伫遐。事发当时，60岁的单身妇女骑车经过遮，被一台白色的车辆撞到。赛车的人是高雄三民派出所的林姓孙子。经销到场了后，伊讲家己嘛受伤，甲这名妇人分别送2间病院。但是等民警处理了车祸了，要找这名孙子来酒测，所发现人已经无去啊。因为我们现场啊，很多一个交通处理，包括交通管制的疏导啦，到医院以后啊，我们那个民警李先生先行离开。这名孙子消息7点钟了后，才回去派出所酒测，测出来结果是无饮酒，所以家属来质疑对方是故意要拖延时间。据他所表示，他因为没有那个饮酒酒驾，啊，只是说身体上不舒服，到有人住宿做个休息。警方表示，孙子违法的部分已经函送法办，第一时间嘛来探视着受伤的妇人。他平常的勤务啊算正常，绩效也算不错啊，但是这次啊这个发生车祸，我们也是感到很遗憾。受伤的民众头部重伤，昏迷指数只剩3。家属讲，搁咧厘清案情，目前无愿意对外来说明。针对着家属怀疑这名孙子有饮酒的部分，警方嘛表示，要交予检察官来成立追查。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来看的是这不动东山委员会长第一届开会决议讲吼，予人推定讲是不动东山的是袂当提来付这东江的薪水甲退休金。啊，即马第一波调查的对象有那拍算锁定这国民党嘅东营事业中总头家。啊，即马10月7日要开听证会，对着这个代志，这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是批评讲真过分哦。不动东山委员会头一波调查对象就锁定国民党旗下的中投公司和新义台公司。3月7日召开听证会，调查资产状况，也决议被推定为不动东山，就袂使用在支付东江薪水和退休金。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讲，非常过分。虽然这是一部恶法，里面还是有条文说，一个正当的支出、合法的支出，还是可以用的。所以他们此举就是逼人陷于绝境。国民党批评欺凌太甚，更加大动作指控已经更新的前民进党主席黄信介，不要求当时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一组经费，也做民进党搬到新的党部，要求民进党公布创党30多年来的收支，呼吁不动东山委员会彻底来调查。希望中国国民党是不是可以挹注一些经费，让他们可以搬迁。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的强烈怀疑，所以民进党的中央党部甚至应该这样讲，民进党也许都可以称为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个附随组织。相对民进党也会这样做啊，但是我们现在首先就是从他们两党的财报资料里面先来处理嘛，对待每一个政党也会用公平的态度来对待。国民党好友用相关的标准来检视所有政党，建立政党公平的环境，也强调会出席10月7日的听证会，厘清外界疑虑。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的是讲，那这九月七日之前，阮乡无提出台北大巨蛋改善的这计划，这台北市政府将会来停止契约来进行解约仲裁。啊，不过台北市员童仲彦今仔日指出，市府和阮乡所推荐的三位仲裁的委员，内面有三位到两位立场较偏向阮乡，这个台北市府内面有赖桂荣。二九月七日，台北市政府和阮乡的大巨蛋改善案的期限只无剩三天，若是到时阵双方真正解约，台北市政府将会以工期延掉和时间品质这两个问题，终止大巨蛋契约，了后嘛将进行解约仲裁。不过台北市议员董仲彦则去指出，由市政府和阮乡推荐三星的三位仲裁委员当中，有两位的立场偏向阮乡，质疑台北市政府有内鬼。这法务局长杨芳林为什么一直？鬼遮眼，让柯文哲柯市长在大巨蛋里面节节败退。这个仲裁人，市府跟远雄共推，推出的就是远雄的人，法务局不知道吗？台北市政府推荐的仲裁委员是律师孔焕基，阮雄是提出教授贾定阿。备受争议的是，双方共同提出主仲裁人单宏明。董仲彦表示，单宏明的工程公司和台北捷运局有诉讼案的利害冲突。马巴对外表示，大巨蛋案不是单纯的民事合约问题，是政治问题，明显看得出来单宏明的立场并无中立。对这点，台北市法务局长杨宏林认为，法务局和律师团都掌握到相关的消息。按照仲裁法的规定的话，这些情形必须要达到足以认定当就是这个仲裁人他有不能独立公正执行职务的地步程度，然后才能够去申请所谓的回避。杨宏林当时也强调，双方仲裁人合作推出的第三仲裁人单宏明，过去确实受不利市政府的言论，含在文件嘛有受伤。目前市政府正伫咧收集资料，不排除向仲裁庭提出回避，要求更换人选。记者综合报道。这里我们消息继续来看，是前总统府的主席郭宽敏长是讲，伊认为这蔡总统引狼不动，还有蔡总统做四年就好啊。伊今仔进一步来强调讲，这伊安尼讲是考虑到前两任的总统，但最近加马英九拢是前四年做了袂歹，啊，不过第二任就拢做啊糟践去了，所以才安尼建议。独派大佬前总统府主席郭宽敏接受媒体专访时，呼吁蔡英文干那做四年就好，讲话引发讨论。郭宽敏今日早起强调，伊是考虑前两任总统陈水扁干嘛研究，前四年做个袂歹，也毋过第二任施政拢走正去，才建议伊把所有精力拢用在第一任顶面。陈水扁干嘛研究，头啊四年也袂歹呢，哦，但是因想讲要做八年嘛。未来的八年啊，以后的八年啊，真是长得不可看。郭宽敏认为，蔡英文当选总统，唔那是伊个人的魅力，也有学问造成台湾社会发生大变化，让政策对国民党不利，对民进党有利。你对着郭宽敏的建言，前副总统卢秀莲是出面替伊来讲话。他经常随性讲话哈，我想这个四年以后，这个当然就人民来决定。林雅立委认为，爱好小英是政时间停止批评。李娜雅立委是看作是林雅的台湾。希望小英政委真的能做得好，但是不要被意识形态所绑架，不要被那一些公民团体所绑架。做三个月哈，是不是做四年就好？是全体台湾人民决定的啦哈。对着民进党新政府才上任上百天，施政也有待观察的讲法，辜宽敏也无安尼认为，因为讲马政府执政的八年，民进党敢无伫准备咧？不能讲无准备好，所以讲建议蔡英文应该在用人顶面再阁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马要看到这宗教服务法每年要全面来正式实施，不过新政府宗教预算对算去进前的330亿，到最后行政确定的讲，干阿剩178亿，所以外界在质疑这预算安尼来减，未来这照顾品质甲对象是毋是有奈对立减呢？台湾即要进入高龄社会，登记照护法已经在去年六月立法院审查通过，要在明年全面正式实施。不过，新政府的登记账户预算对选前划出330亿，交报行政院审核的207亿，最后行政院定案，敢那剩178亿。
那是以全国73,800的失灵失智老人来估计，每人每年给他分到25,000块。第一个一个月的外劳就无够，安尼11个月就不要人家照顾了嘛。在服务体系建构方面，初步规划设置 A、B、C 三级据点。A 级属于社区型综合服务中心，至少提供5种服务模式。B 级是复合型日照中心 ，C 级是巷仔的长期照护据点上多。初步3年到4年来，以三个例为单位，在全国设置2529处巷仔的长期照护站。公听会上的专家代表就反对讲，公设巷仔的长期照护站，恐惊变作蚊仔馆。规模太小，老人家去到那里，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那里的照顾的人员的训练也不够，所以这个其实会浪费资源。我们的巷弄站里面会配一个照顾服务员，会让老人家有社会化、社会连结。第二，银行在这里可以做初步的预防保健。卫生部强调，长期照护最终目的是跟医疗跟长期照护资源做真好结合。目前社区建立长期照护的中心了后，唔但让老人在厝的就使得到服务，也跟社区来迎合。只有在完不足部分，卫生部也讲，长期照护服务无进入发现金，爱用照护机构筹备也不可能一摆就拢做较好。未来有生只是年年增加，已经愿意透过调管与净水，正做后续稳定的财源。记者综合报道。第一份方面消息要来看，就是为着要让新生障碍者真正会当有一份头路，台南市的劳工局特别办了因的这训练课程。15位的新障碍者经过600多点钟的训练，即马学裁缝、学做衫，真正学了一辈功夫。认真操作裁缝机，熟手的技巧，让人袂记，因其实都是新生障碍者。而伫这个所在学习裁缝的技巧，除了唔免面对外界异样的眼光，同时佫会使学到一技之长，因此嘛，让这个新生障碍者感觉非常的温暖。啊，个头家啊，看到阮安尼是比较往较排斥啊。阮安以后看法讲较低调啊。会当当厝补衫裤，甲亲戚朋友也是要外口做。为了协助新生障碍者，也会使甲一般人同款的工作，台南市劳工局今年特别举办新生障碍者职业训练班，15位学员伫个这份中心内面，透过专业老师的指导，学习裁缝的技巧。同时，今年结婚的当天，安排厂商来面试学员，希望会使让学员会当靠家己的力量来谋生。以往的身障朋友在寻找工作上其实是有一点难度，会甚至容易碰壁。那针对如果说他们能够自己写起来的话，而且能够有技术上，也可以去外面的厂商，我们提供厂商让他们拿衣服回家到自己的家里做，甚至也可以到公司去上班。看到多阿弟满满的作品展示，更让这15位新众心信心满满，历经长达650点钟的训练，让因变成了裁缝师，未来除了会使自我谋生之外，同时嘛，让因的人生道路更加明亮。记者王进行台南报道。第一个像是台东国小一挂这教学，起码无得用，做那设立日间照顾中心，照顾老大人啊，学校开学了后啊，即个老大人甲囡仔讲共一个校园，老大人讲感觉真正有较少年，有较活力哦。老旧教学中心、唐根国看，各有体适能中心，全国小组利用无用的教室设立的日间照护中心，在高雄市大同国小内，中心打造空间安全第一，处处以老大人需求为主。你未来透过课程设计，希望研究建议那个长辈鼓励。今日校园年轻活力共用运动场活动，日照中心希望透过多元化活动安排，和长辈延缓身体老化。延续我们日本儿童照顾服务员的制度一样，跟学校校方一起规划，跟小朋友在这边做代间学习、生命伦理的教育，哪怕是一起吃饭。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经验。日照中心由医疗团队经营，不止餐点有营养师规划，活动课程由福建治疗师指导，失智或者是失能的长辈也得到完善照顾。是从各方面的人才的给他的照顾啊，我们是很希望哈，他不但不会继续的失智失能下去，而且能够慢慢的恢复到他的功能，那在他的健康方面也得到更妥善的照顾。第九组华国龄化处置之下，充分运用抗癌教室规划，似乎硬忙做完不浪费。不过老古建筑改起必须符合现行法规，加上民众各家长有未少疑虑，经过2年努力，这条中心才顺利运作。如今30位的受托名额已经满了。
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地区的消防员也阁有，所以台东县政府依法公告，25个公共场所讲袂当饲野生动物，嘛禁止饲只流浪狗、流浪猫相关，会当罚一万。台东县东河乡定山桥野生狗仔大量出现，尽管早就公告禁止饲，不过部分游客也是真好奇会饲狗仔，一波细节对比加上。尤其是台东县三年前爆发小狗病疫情，到即马也无完全解毒，野生动物甲流浪猫狗拢可能会传染着小狗病。台东县政府为了进一步防止小狗病疫情扩大，今年7月制定《台东县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25个公共空间的公园、风景区公告禁止民众饲野生动物甲流浪猫狗。为即马开始徛告示牌，并且加派人员巡逻，协商处置相关应处罚10万块罚款。因为公共空间大家活动，当然我们也希望不要发生突然间发生意外，然后造成这个狂犬病的流行。目前虽然人的部分没有发现，但是我们一定要做预防。台东县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正式出台，不过在公共空间也是有流浪猫狗走来走去，游客希望除了处罚，应该有更加有效的管理。地方蛮大的，所以要管理是要比较有效率的。台东县政府表示，25个公告的公园以及定山桥甲活水河风景区，逐天拢会有人巡逻协防处置，不过上重要也是民众爱自我约束。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晋城唱片行过去卖栽培过不少的原住民歌手，不过即马生意歹做，营业到8月底，原来所在是改做诊所了。60、70年代原住民歌手山美云、陈玉秀等人，是屏东镇城唱片行所培育出来。开业到即马半世纪，拍袂过数位时代，伫今年8月底收起来。里面包含所有原住民的歌曲，几乎都是我亲手自己制作的。我自己监制、自己制作的。时代在改变嘛，那到现在来就是没有办法。比不上那个一般人家电脑收得快啊，对对，现在电脑当然有点不舍啦，不会心痛啦。唱片行这么连一个月电费钱拢赚无，严哥今仔就刚为抽到看中吴正坤，以代代营造内外科医生的经历，伫咧只开诊所服务乡亲。其实我也是潮州人，我爸爸是潮州人啊，那从小就离开家里。那台中、台北、花莲，可以说绕一圈的啦。那现在想到，其实应该是要落叶归根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已经是非常低的一个营运状况，去撑下来。那么，不过他们也是希望，他们一直守着这个地方，就是希望说有一天他的孩子能够回来，在这块土地上继续生活。镇城唱片行收起来，好真侪老顾客拢感觉真唔甘，为了要怀念。吴献忠阿婆已经伫咧原址的对面做一个所在，放珍藏的作品，欢迎大家有闲登来听歌怀旧。公民记者巴勒路哥卡贾日班屏东采访报道。国际消息，过去伫发号，让人动作真安分的花莲是惊就街头抗议，原因伫即个花莲伫当地讲好即个歹毒手脚比例伤过悬。以花莲为主的示威民众四号走上巴黎街路，愤慨发出声，希望顶个月无代无志被攻击致死的抨击商人张兆林是最后一个牺牲者，要求法国政府改善治安。我就是准备没钱，就将mon sac je lâche pas, il me tirait sur le pesau tout ça, mais je suis blessé, les enfants à côté moi, aussi mon petit à côté moi il est tombé.Et ils ont pleuré, ils ont crié, hurlé, maman, maman, et ils me suivent, tout ça. Et moi aussi, j'ai vraiment eu peur, mais en fait, c'est la journée, 13h30, ils ont arraché le sac comme ça, aussi agacé devant les enfants. Et c'est vraiment aucune sécurité partout, là, maintenant, c'est trop peur.抨击商张兆林在顶个月和3名8岁的少年人攻击，五天后不敌。张兆林住的后壁为爱市人口差不多77000人，其中6000人是华裔，大部分拢从事纺织业。警方认为，业界对华人的印象是身躯顶总是真侪钱，个性又软弱善良，要下手真简单。Nous sommes là, c'est pour défendre notre droit. En France, les Asiatiques ils sont vraiment besoin la droit de sécurité.Ça, c'est notre droit. On a besoin de ça.
我们一时破对方多少。顶个月有二十七名中国旅客前往机场的路里被抢劫，巴士司机和催泪瓦斯攻击。这是法国华人社区伫最近第三届街头抗议。目前法国警方为着武汉恐怖攻击，已经头家冒雷烧。巴黎市长今年五月走访北京的时阵，马上了将会尽力改善治安。只不过华人性命财产威胁直直发生，法国政府要怎做？目前无具体答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是中美洲的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加瓜地马拉这三个做厝边的国家，这几年来这军火毒品走私真多，阿布中乌道犯罪嘛真多，有哪号联合国当初讲是全世界上危险所在。最近在这美国引出之下，这三个国家做伙宣布讲，因会做伙来扫黑。中美洲三国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加瓜地马拉领土收窄，被称作中美洲的北三角。严格三个国家的武装帮派犯罪严重，毒品走私泛滥，摩萨克特工拢有，是全世界平均第五倍，被联合国看作是全世界上危险的区域。去年三个国家因为他杀死亡的人数到17,422人。将在全世界非军事冲突地区，因为暴力死亡人数上最地区。这几年也因为三个国家的暴力犯罪严重，真侪人被迫流离失所，或者是挡袂住啊要逃走，想办法要逃到到美国做非法移民，形成一波难民潮。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仅仅是2015年就离开中美洲暴力寻求各国庇护的难民就超过6,000人，跟1980年代武装冲突时期的难民人数差不多。Porque ya lo demás, el país ya como que no, no me llama la atención, no me interesa. Por la violencia, me decepciona el país. 过去萨尔瓦多加洪都拉斯甚至是动用军队来扫黑，严格也引起人权团体批评。三个国家政府23决定要改变方法，透过情报共享、引导犯罪等方案，制定改善区域安全。Estoy acordando soluciones.A partir de las capacidades y experiencias de las tres naciones. Que esto va a venir a darnos un clima de mayor paz y tranquilidad. Eso es un ambiente propicio para las inversiones, tanto locales como internacionales. Eso va a generar más empleo, más ingresos y bienestar para nuestros pueblos.三国家的联合行动自九月正式开始，到时阵三国的军警就会合作巡逻共同边境，严格处置军火、毒品走私、逮捕犯罪黑帮的成员。另外，三国也将会加强打击官员贪腐坏风。就伫年初，美国国会也已经批准7亿5,000万美金来资助中美洲北三角。三国家会利用这笔钱来刺激经济投资、创造就业、加推动社会加安全计划。和三个国家的人民改善生活，未搁再向美国输出移民。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收听收看，咱再会。